欧洲中世纪史，作者朱迪斯·本内特、沃伦·霍里斯特，杨宁、李运翻译。西哥特人统治下的伊比里亚。六世纪的伊比里亚在西哥特人的统治之下，没有发生地震式的政治事件。伊比里亚半岛上信仰阿里乌斯教的国王们，在保留罗马的旧有行政方式上，比莫洛温统治者们更成功些，特别是在估税和收税方面。他们在统治早期比莫洛温王朝缺乏一个宗教方面的重要优势，因为他们和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罗马人以及犹太臣民的信仰上并不统一。公元587年，西哥特国王里卡雷多从阿里乌斯教改信了天主教，这个问题总算得到解决。和其他国王改教的先例一样，里卡雷多也带领大多数西哥特贵族和大多数阿里乌斯教的神职人员一同改教。这次大范围的改教几乎可以说是蜂拥而上，为罗马和西哥特的地主阶级融合成一个贵族阶层打开了方便之门。两年后，即公元589年，里卡雷多允许在都城托雷多召开教会大会，阿里乌斯教从此被正式扫地出门，两教合为一体。然而，基督教的和谐统一却伴随着和犹太教的不和谐。公元613年，信仰天主教的西哥特国王西塞布托下达命令，让国土内的所有犹太人都接受基督教洗礼。此后约一个世纪的时间，直到公元711年，阿拉伯人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西哥特国王时不时尝试使用武力来让犹太人改教。这项政策的目的似乎是增进国内的统一性，因为西哥特人既统治着西班牙罗马人，又统治着犹太人。如果是这样，成功的让犹太人改教也是失败的，因为改教了的犹太人一直就被当作一群独特的基督教徒，因为他们虽然不再信仰犹太教，但在文化上仍然是属于犹太传统的。这项政策同时也在一个更根本的层面失败了，因为强行改教从来就没有在所有的犹太人身上成功实行过。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对这项政策总的来说也持着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质疑西塞布托模糊的热情，更愿意听从教皇格里高里一世的意见，即认为应该通过言辞说服而不是武力来让犹太人改信基督教。贵族阶层有时候也藐视皇家权威，保护犹太人，不让他们强行受洗。在扩张疆土方面，西哥特国王在七世纪二十年代重新从拜占庭手中夺回地中海沿岸地区，比别的蛮族王国更成功一些。但是和莫洛温王朝一样，西哥特国王也渐渐地让权力和财富流入拥有土地的贵族手中。最终在八世纪的早期，西哥特王国被穆斯林征服。中世纪早期的教会修院制度。在第一章我们已经看到，圣奥古斯丁和其他早期的基督徒都毫不犹豫地推崇贞洁的禁欲生活，把它作为基督教生活的最完美形式。不能保持贞洁的人应该结婚，但守贞是最好的。由于有教皇和国王的支持，修道院、守贞的修士和修女隐修之地
就成了西方中世纪早期的一股强大的力量。圣安东尼在三世纪时退居埃及沙漠，开始一位神圣隐士的苦行生活。他起先追求孤独，但最后建起了第一个基督教苦行者团体。他的圣洁之名四处传播，想成为隐士的人都赶来聚集在他的身边作为回应。圣安东尼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形成一个隐士团体。他们住在一起，相互之间也绝少交流，就好像如今美国的公寓住户。类似的隐士团体很快在埃及和其他地方涌现出来。四五世纪时更是出现了很多隐士圣徒。其中一位是叙利亚人，名叫圣西莫昂，被称为石柱人。他在一个60英尺高的石柱上居住长达30年，终于实现了必要的独居生活，并由此获得广泛的钦佩，引发无数人模仿。尽管西莫昂和其他隐士圣人独自生活，他们对自己所在的群体却至关重要。对倾慕支持他们的人来说，这些神圣的男女就是上帝的恩惠和保护的传达者，也是上帝的智慧、切实的建议，甚至朝圣者带来的实力的来源。换言之，他们就是站在上帝和普罗大众之间的人。有的批评家反对这种行为，认为它太极端、太混乱、太反社会。于是他们开始组织更温暖、更公众的修院制度。这项新的运动始于东部圣帕克密和圣希勒，在那里领导更加贴近大众的修士团体。这些新的团体并不主张隐修，而主张相互为伴，一起走向神圣的生活。其成员住得更近，交流更多，相互分享共同的精神之旅。这种合作式的修道生活后来在西方非常流行。公元404年，曾在伯利恒和埃及当修士的约翰加贤回到西方，开始鼓励合作式修道院制度。他创作了一些论述修道生活的拉丁文论著，影响非常广泛，还在马赛和高卢地区的地中海岸建造了两座修道院，一座供修女居住，另一座供修士居住。在西北方的爱尔兰，一些基督教徒正在兴起另一种修院制度。在五世纪时，圣帕特里克和其他传教士将基督教引入爱尔兰。到了公元600年，他们已经发展出极富创建、独树一帜而令人称奇的基督教文化。由于从未进入过罗马帝国的版图，爱尔兰和西方其他的基督教城市也有所不同。它没有可以形成主教制宗教结构以及可以形成教区所需的城市，因此爱尔兰的修道院承载了许多别处由主教承担的功能。换言之，在爱尔兰，自治的修道院其领导人具有别处主教所具备的行政管理功能。爱尔兰人的修道生活在另一方面也有不同。爱尔兰的修士非常热衷于传教士朝圣，这种朝圣方式要求朝圣者不仅要离开家门，也要肩负起劝说异教徒改宗或者建立新的修道社群的艰巨任务，因此也被视作一种自我否定，曾被称作是忏悔式自我放逐。正因如此，圣科伦巴和他的同伴们才能够在苏格兰西海岸的优纳岛建起大修道院，圣高隆旁也能够在法兰西的路秀尔以及意大利半岛北部的博比奥建起修道院。也有别的人做了同样的事情，但没有哪个像圣高隆旁那样毅然决绝。跨出家门的时候，他不得不先跨过悲伤郁结的母亲，
也没有人游历的像圣布伦丹那样远。传说他乘船的船偏离航线很远，使得他有可能是第一个到达美洲大陆的欧洲人。就组织来说，爱尔兰人的修院制度起初更像圣安东尼而非约翰加贤创造的模式。在一个修道场所内，每一个修士或修女都独自占有一个小室或一间小屋。中世纪早期的修道院不总是只容纳一个性别的修道者。在爱尔兰、不列颠、高卢和伊比里亚，有的修道院就同时容纳修士和修女。在大多数这样的修道院里，女院长管理着所有的修道者。举例来说，圣彼得在基尔代尔建立的修道社区同时居住着修士和修女。现在这种修道院被称为男女修道院，但混居不会导致丑闻的发生。一位七世纪的学者在写到阿玛的修道社群时，以很司空见惯的口吻写道，自有信仰以来直到今日，男女就一起生活在宗教之下，几乎不可分割。中世纪早期的修道院也和支持他们的富有当地家庭有紧密联系，通常这意味着修道院院长就是这个家庭的后代，修道院也友好对待保护他的家庭，并提供其他好处。这种家庭修道院制度和男女修道院一样，在早期都被广泛的接受，但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都受到严苛的审查。